在从我们家出发到那个北站，然后给我大外甥送到这个车站，然后我们俩再出发。乐乐是几点？6:30的车。媳妇儿早点的，别整晚。每次出发都晚晚的，这回早点的。司机今天整挺早啊。哎，你问早点，整迟到了。高铁2个小时，我们俩开车得4个点啊，长江。啊，4个点。4个小时，这就是。乐乐，那你先到，你得等我们俩一会儿，是吧？今天我大姐没去，我大姐头前给家寻思都票都买了，然后后来说的还是担心那面那屋了，说下了那个高铁站坐那个地铁还得半小时，所以说她就寻思那屋了运完了，我们仨还得照顾她。她说的不去了。300米后右转，请走右侧车道。常见，那你大外甥问你呢，一上桥就这声啊？一上桥必须的。别走岔了，我可告诉你啊。岔右吗？你一说我吓我一跳。这是下桥，这是上桥。请注意，此路。我们就好一走这个桥就好走错了。一上桥，你二姨夫就放那个曲儿，要不然就蒙了。这一大早的，直接就精神了。连夜走啊！上去之后直接找那个啥检票那一块，就搁那等着就行哈。他现在就直接可以进了。直接可以进了，现在直接可以进，找你那个那什么。啊。你现在全刷身份证了，完你到里边确认一下。这对点。好，过去。对，没落啥是不是？啊，然后你就排队就行了。乐乐，行，往前走吧。然后乐乐，你到里边就自己找，然后问啊。老姨走了。好。还得赶紧走，要不然不让外边不要停，孩子进去就行，没事儿，他自个能找着。说的，19了也得锻炼，以后将来以后独处的时间自己多了去了。给他送进去了，找着了啊，还有半小时呢，赶趟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时间充裕的，够他找了。沈阳航空航天大学，嗯，多长时间？3小时50分，4个点。准备出发，全程384公里，大约需要3小时50分，请走最左侧车道。前方靠左行驶，走正在为您提供城市纯净导航。我找到检票口了，还乐呢。以后都到这时候了，哎呀，这回正经八百开始是不是？嗯，走了。3小时。请沿 G11鹤大高速继续行驶375公里。哎呦，我这还有点打哈欠的，没睡醒。比较早是吧？咋？喂，大姐，那个乐乐进。啊，不用，我整完了，都整利索了。然后乐乐给我发了，说的他到进去了，然后在他那个检票口等着呢，进去就找着了。孩子，自个还挺高兴的。啊，进。啊。对，完了你就不用惦记了，他这已经进站口了，完了就搁那到点儿，他就进去检票了。他出发，我告诉他给你发那啥，发信息。啊，你就不用惦记了。歇吧，尽量就我得中途得加油啊，媳妇儿啊，不歇咱人不歇，车得歇一下。小心前方右侧来车。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就走了，现在能跑1个多小时，嗯，2小时。
10左右吧，这些油跑俩小时之后然后加油也行，加点油也不耽误啥事。对，愿意出门愿意走高速，一看这个大道啊就感觉就是老敞亮了，看大道就亲切，这是个旅游，不是就感觉就内心就特别敞亮。来加油了，咱家看看矿泉水。哎呀，这样两提神儿。11点到学校，哎呀，紧紧。你这倒的不是直接啊？啊，到学校吗？对对，这是学校，对对对。嗯，啊，那赶上。你看像那个乐乐下了那个高铁，他还得坐地铁半个多小时，他得3小时吧？对，比俺们倒灶1小时。南边干啥？嗯，哈哈哈哈，干啥还挺欢的，说你先干点吧了。哎呀妈，有点困的。哎，你吃点啥？吃点啥就精神了。嗯，不是。吃点啥当时就精神。快下高速口了。嗯，张氏这名叫的。还行，看来是除了那个高速也不远，是吧？不算太远，咱们是直接到学校，他是从那个沈阳北站直接到学校。对。站。不错呀，三台子站了。看看大连到沈阳，过路费多少？您好。嗯。请坐通行卡，请稍后。联通号107。扫码缴费，请到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开电子发票。170，跟那个高铁票差不多。对，跟高铁票差不多。完事了啊。嗯，好嘞。哎呀，沈阳这楼真新呢，这个。嗯，沈阳师范大学。妈，这也挺好的。这有个福瑞家购物广场。请返校考生通过行人通道查清路线。请2023级新生出示录取通知书，经查验后入校。到了，那个俺们搁这等着呢。小乐乐进去了，得拿那个录取通知书才能进学校。借光照相。你等我到外头来，我打照。来张相片。2023级新生出示录取通知书，这家伙经查验后入校。累够呛啊！上车里往哪？行人通道查验。咱冒汗了吧？这家伙。太远了，你到多半天了？半个小时了。半个小时了。这边乐乐，咱们给行李能不能拉，直接拉进去啊？可以。反正只能拿到一半。你看这，看一眼就行。嗯。快高起来，高乐乐。好。寝室你知道在哪个位置吗？我知道。怎么走？一会儿告诉老姨夫。能开到哪儿算到哪儿。啊。哎呀，看这里边，这家伙的。欢迎仪式，你告我这顶上一个呀，行吗？两个箱子，4个包啊，上寝室了，安顿好了，安顿好了，我就那啥，一会儿还得买点东西啥的呢，是不是？是哪个？啊，水壶都拿来了，水壶都拿来了，这家真全呢，你看看人家这个拿的。这孩子，这人这个度过。志愿者服务站。那个咱们要这个，我贴一下。贴一下。那是不是学校那个就可以给你扔掉？不不好，怎么的？你把那垫底下。垫底下。把那学校那垫底下。上面。啊。把那裤搭上面，完上面再铺一层裤子。在你床上，现在目前铺地毯，完把那睡衣垫套铺上就完事了，是不是？然后。就不要它顶上，不要再铺啥了，是吧？桶扫完了啊，暖壶呢？暖壶，啊、暖壶，暖壶暂时他要吗？这个是68的，行，那过去后期再买。现在完事儿了啊，暖壶现在用不上，这68，暖壶，后期你要想要直接上这买。走了，走了，这块就完事了。走，给你买了两个锁，上面下边，然后就是睡衣套还是一套？去一楼，我说跟过日子差不多啊。
来那个食堂吃点饭，这不算是食堂啊，这也算食堂，小食堂是吧？算是食堂。啊，现在几点？啊？几点？12:52。没有，马上了吗？赶紧吧。1:30。1:30你就得到那儿了。嘿嘿嘿，来了，吃一口，1:30。啊。就出发。菜系怎么样？论斤油，13块钱一斤。刚才我们乐乐说的按重量来。是不是13块钱一斤呢？是吧？你没记住，造吧。造吧。来一口灌汤，咱俩吃一个。吃会场啊？干啥呀？是咱来的路上。不用。我开车给俩送了去。老侯，你就是这两个。咋了？你知道会场在哪儿吗？哎呀，我不会问吗？你吃哪个？那你先不吃，你没有，吃点呗。走。头回吃大学食堂的饭，你这伙食行啊，这面上你把这一圈都探好了，挨个吃个遍，等下回那你阿姨来了之后，你要你要推荐一个，对吧？我选这行不行？快，那老姐姐收餐处在哪儿了？我们这盘路前面呗，就他自己就比这学生自己送啊。好嘞，活也干了，饭也吃了，还有个家长会，一会儿开完之后就打道回府了。菜拌饭了，你看看。晚上吧，晚上坐着吃。对，晚上你自己搁这嘎达，你找一份你愿意吃的，完了你消停的搁这嘎达吃一会儿，啊，溜达溜达，是不是？这个正好是吧？这鞋挺帅呀、啊，帅气呀、啊！啊，咋的？挺秀气。那我就先试看你的小瘦脚。啊，回去就慢慢拍照呗。啊，那俺就走了。走吧。那不然，那你走了回去啊？我走回去。回你捎回去了。拜拜。那俺俩就走了。啊。有啥事打电话哈。往回走啊。往回走吧。啊，那个完事儿了。都整完了。都整完了。俺们俩开车往回走，现在几点了？4:08。4点、5点、6点、7点、8点，8点多差不多到家了。嗯，啊，4个小时，那个就到这里了啊。完了，那个明天见，到家跟大家汇报一下平安啊。拜拜，拜拜。开车往回走就不录视频了，到家跟大家说一声完事儿了。显示还有19分钟，19分钟到家呀，快到收费站了，是不是厂家？市里就有路灯的，就亮。请走左侧4车道，保持主路行驶。1.1公里后到达大连收费站。累的。不是，我就感觉这晚上开车这个2个小时哈、啊，就晚上这轱辘，得赶上那白天，就感觉4小时的时间呢。累完了，那一道都没有话了，累蔫儿了。累蔫了。嗯，还行。回来就到这个大连北站了。这回可安全到家了哈，到楼下了。楼下这是我们那个小超市啊，然后副总监去取那个取快递去了，今天一天没取快递。跟大家报个平安哈，安全到家。明天见，拜拜了，整挺好啊。这一天挺充实。